出殡车队浩浩荡荡，但沿路违规超车还闯了好几次红灯，跨越槽化线直接左转，车队至少有5台。目击驾驶觉得夸张，把行车记录器破网还调侃的说：“拍谁拍谁，我敢出殡，我先过。”可能证照比较大，他们必须要有一个。 连接性吧，可是他们会指挥啊，但是其实还蛮危险的。有一些老人家有没有骑那个电动车的，其实真的之前这里蛮发生很多车祸。地点在南投埔里中山路上，出殡车队可能有时间上的限制，才会无视交通号志跟其他用路人安全。但违规画面被记录下来，警方说不管有多着急，就是要准备吃罚单。那我们丧事的车辆依规定没有道路的优先通行权。 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业者一定要注意标志标线，列举违规事项：闯红灯、跨越双黄线、变换车道、违规超车。如果总共是5辆，以最低罚锾计算，这趟出殡总共得多支出25500元。时辰是赶上了，但荷包要大失血。记者曾祥许、文李云杰南投报道。